去年还有8800，现在仅需5800，直接豪宅。黄老板看来挺不住了呀，整个大餐厅也是非常阔气的，整个将近120个平方，感受一下它的独特魅力。虽然没有正出阳台，但是风景还是非常舒服，直面我们的福田地标、平安金融中心，包括我们红树林的海景都是尽收眼底，真的是蛮舒服的。整半个福田的前世今生尽收眼底啊，整个餐客厅也是非常大气的，将近有120个平方，因为这套房总面积才320平，可想而知它的独特魅力吧。而且是330米的高空，这个楼层能带一个大阳台也是非常难得了，因为楼层越高压力越大，整个景观面也是非常丰富。整个唐澜山脉包括我们香蜜湖豪宅片区，包括香蜜公园都是尽收眼底，旁边的话就是我们天数产品，所以这套房永远无对视，非常稀缺的产品。270个转角落地窗可以收藏整个城市的美景啊，绝对是绝版的存在。感受一下您的居住空间，动静分区做的也是非常漂亮，开放式的西厨包括中厨全部是德国一线品牌加格纳的厨道，迪克金的大理石，包括整个布置也是非常拉满的。整个小区还带8500平的皇家法式园林，45楼就是我们中空天际会所，将近有4层的存在，健身房、瑜伽室等个一系列的配置都是为我们业主免费开放的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小次卧，望出风景也是绿盎然、豁然开朗，整个福田北的景观尽收眼底，太哇塞了！感受一下我们的居住空间吧，没有绝对的实力，哪有三胎的勇气？整体做到4+1房的存在，而且是双套间哦。看看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的小次卧，如果住在这里，孩子的起步绝对是最高点呢。感受一下其他的居住空间，这边算一个父母房，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哇，整个收纳空间包括我们的工位还有居住空间非常的漂亮，将近25个平方。这个小区的物业管家也是比较有名，金钥匙的物业管家。哇，整个康宁烤漆也是比较有品质，非常有品位，居住空间看着的风景特别漂亮，包括我们远道的甚至湾，包括蛇口都是尽收眼底，难以想象这个空间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样的丰富的经历就像您的人生一样，太哇塞了。看一下我们这边进来的话就是我们主卫空间，迪克金的大理石通铺，双洗手台盆，淋浴空间，哇，就连在如厕的位置都有这么美的风景，还有我们的大浴缸，全部是标配。于此，像这么完美的大平层才配得上完美的您呐、啊。像这样的风景才缺得上绝版的存在，像这么完美的大平层才配得上屏幕前完美的您呐、啊。如果近期找平层路上，不妨来实地感受一下，带你来实地体验。天天看房，不止看房，谢谢。